这个全新的 5S 都是自己收藏的。因为新店，因为苹果的直营店还是蛮少的嘛，所以新店开店的话，我们总归还是想来看一眼，主要是想，影响是很大的，因为一堆人都在。主要是想来看一看库克，因为前几天我就猜库克会不会来上海。